佛慈悯念亲心，自所行啊，悲心殷切，开示佛意见，开示体力五力精进如，导引诸众生入佛境地。咱搁再用心来体会佛的本怀，佛心嘛，就是慈悲心嘛，悯念众生呀，深心，用最深切的心，就是为着悲悯众生，所以这是佛陀以听无用所结所修行的目标。一旦成佛啦，他一大事因缘，就是甲法啦，普施予众生，这些佛慈悯念亲心，佛陀认为伊已经成佛啦，也体悟了人人的本具真如本性啊，偏偏咱众生都是有个人个人无共的无明烦恼，所以佛陀以悲心殷切，这么这殷切的心来开示，开示众生啊，人人都依佛具有同等的知见，所以开示体力五力精进如。当年累月啊，佛陀成佛了后，也经过了四十多年了，因缘善诱，随顺众生根基，安尼呢，一一来甲咱揭开，一一来甲咱指示，无不都是为着要予咱体会体力，体力是真理啦。希望咱人人会当悟力，从过去错误的道路，慢慢回归倒转来，真如的角度，那就是菩提大德道啊！这必须要佛陀来给咱开示，不只是开示呀，也搁到顺顺善诱来给咱引导，导引诸众生啊入佛境地，予咱安心。唔只是干那讲尔定，可是安尼甲咱带，希望咱人人呢，拢会当入佛境地，甲佛同款哦，入佛的境界洞顶啊。这些佛陀的慈悲，只是干那一项的愿望。众生会当体会佛的本怀，佛陀的开示，这个心念嘛，咱众生呢会当贴近贴近佛的心念，甚至
佛陀所开示，咱会当通领悟。哎，佛的开示，众生爱努力啦，这唯一佛陀的愿望啦。所以正面的文讲，佛的示意，观众生心欲，自从何之？是故不执为说一切种子，要安怎样，和众生呢？这种也未完全起底的这行，要安怎起底？嘛，都要应机适量啊，应众生的根基，适应众生呢？大小的根器，啊，这个法要施何因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这就是为着保护众生，法多多好啊，才袂去和众生呢曲解误解啊。那反倒回来呢，对法无益。所以佛陀法要利益众生，也都要看众生的根基，堪得受用这个法吗？佛陀需要地主去讲道众生，啊，这个地主呢，堪得入人群中而不受污染吗？这拢总是佛所爱考虑的吼，所以啊，从何知是故不执为说一切种子，知影众生不堪接受，所以伊就爱思考啊，思考了后才决定呢教落。也完啦，从苦集灭道开始，啊，法一步一步行，也行过来呢，40多年了。这是佛陀了解众生根基可受用的法，下面落来讲，逆定加业。心为虚有，令得如来随意说法，令信令修，所以才好。诸佛世尊随意说法，难解难知呀。这段文呐、啊，就像。表示佛陀还是赞叹法真正的深奥啊！这法啊，要真正会当体会，实在难啊！这难的吼，这天地宇宙万物的事物，你要会当真通彻。了解呢，实在难啊！那再搁再赞叹这个意下面这段文呐、啊，也是要搁再赞叹家业尊者定死的人，再搁再重复赞叹，甚至呢，也要甲大个人讲发心深。难解，但是赞叹呢？假若尊者定四位啦，已经灵知啦，佛陀对假若尊者一向呢，都、就是啊，真赞叹也肯定啊。在《阿含经》内底有一段佛陀以。
家业存家这种的互动啊，这就是讲佛陀呢，在一元境下去当尊。那么家业存家，伊呢，伫另外呢，伫一个变幻的所在，伊伫幻道已经呢。挖进了地缘静下来咯，真多唔捌伊的人起着厌恶的心，因为呢，规身躯啊，都是真被恶的依附，就是安尼真邋遢、真破烂哦，好不多。看到伊已经安尼到未来啦，佛陀起一个心念，要安怎样啊？才会当予人人对家业尊者起恭敬心？所以看到家业慢慢挖根，要向佛顶礼之前，佛陀就讲来。来，家业，在我的身躯边坐落来啦。好，家业尊者呢，他在佛的面前啊，安尼跪落来，真恭敬啊，向佛陀讲：佛啊，佛陀呢，是我的师尊，我是地主啊。我要哪会当依佛动作，就去找伊所爱坐的位置呢？那坐落来，佛陀就向大家人讲：我出家了后，我一直呢在咧修行的过程中，我在咧静坐，我。在静默思维的中间，我已经呢进入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一直一直到达这个慈悲喜舍，天地万物辽阔，所有的真理呢开始入心去当中。家业尊者，迄当尊呢？伊伫咧修行的过程中，也甲我差不多同等啦。同款历史中啊，也是初过二过安尼呢，啊，渐渐伫咧进步，所有一切修行的过程。甲我的心思都差不多是平行啦，只是我早日觉悟，比伊较早觉悟，会当呢，这以天地万物天体合一啦，称为大。不懂，对家业肯定，而且赞叹家业呢，迄、那个内心的清净，甲伊的外表呢，完全无同。大家人卖怀疑啦，应该人人爱尊重。这就是佛陀的慈悲呀，经文讲。逆定家业，心为稀有。这段文就是在赞叹家业。娑婆提、家建言、目建连啊，这四个人啊，应该赞叹，因为这个法这么深嘛。可是呢，只嘛现在称为中间的四个人。以及甲旁边所有的人，
下经期的人啊，声闻啊，这呢依依佛情，这些人拢总是伫佛情啊，听法的人啊，长久以来，共款呢，就是听佛法言教，譬如言事等等的法啦。大家人也无法度真透彻了解，还是呢，佛陀用种种方便法啊，这佛陀的方便法吼，来对待大家人随意说法，这是随众生的根基吼。那过去是安尼啦。即马呢，家业顶啊，灵心灵修。现在遮侪人伫咧听法啦，确实呢，即四位啦，已经呢灵心灵修吼。虽然佛陀呢过去的就方便随意说法，起码到这个时阵呐，这四位呢已经啊灵性灵修，不再停留小果啦。这四位呢开始啦，放弃小果，开始会当入。大乘吼，已经呢下款入实啦吼，那回向向大啦，这个小乘呢已经转向大乘来了，所以佛陀呢特别啦赞叹其心为稀有，这就是灵界有实。那四款灵界了佛陀呢，是以一时生啦，那为着众生的根基，所以施这个宽教，即嘛因已经拢总了解呀啦，由一开三，本来就是干那一项法，那一时生，那就是解。较开阔一个吼，用三识，那适应众生的根基啦。所以现在呢，拢总了解，了解佛陀呢四款目的，就是皈依吼。所以佛陀赞叹稀有啊，还隐隐这么侪人的中间，哈，这四位呢？已经呢了解了，所以佛陀嘛真欢喜啊，令地如来啦，随意说法赞叹因了解吼，那所以这是稀有，那因为呢，以令如是吼，如是地一切佛佛佛陀懂，了解了佛陀一真理定义呢。透彻了解呢，一切佛的道理，拢总呢是随顺物理吼，众生的根基啦，会当接受的时阵未？那这会当是虾米款的教法吼？所以这清基自算吼，看看虾米款的根基啦，就是呢
大家人所会当堪受吼。所以佛陀对众生以不定法适应众生的根基来教化。现在呢，家业定啦，灵性灵修，现在拢会当信修啦。今仔日已经呢，佛陀开权显示，会三皈依咯吼，灵信修灵界吼，不生为业吼，已经体解佛陀所说的法呢，完全啦。隆重接受，所以不生为业啦，又令依教奉行，令得果子，这是佛陀呢对因的印证吼。那令了成熟啦，即敬为稀有，因已经呢，这烦恼拢断除啦，也已经看到因呢。已经是证到罗汉果啦，这种无明烦恼已尽啦。现在呢，定沙行呢，也开始启迪吼，愿意接受呢，入人群浊气中啦，去净化众生，引导教育众生，这些佛陀。对因的赞叹，所以家伙，诸佛世尊。随意说法，佛陀呢？为什么爱用一性而分别说五性呢？那这是随众生根基啊，会当接受的时阵，他就随因的根基，随这个因缘呐，去给因施教吼。也爱随意说法啦，随意的意思就是讲随顺众生所需要啊，伊的根基吼，也就是如来所说种种诸法呢，或者是偏，或者是圆，或者是钝，或者是尖吼。该是随顺众生之机，清其根器，悉令开解。有的根基真悬，伊就用弯教啦，一音弯音啦，让大家人呢拢会当完全接受。也那是根基较小的呢，那佛陀呢就是爱一段一段啊呢。教育吼，这或者是钝，或者是尖吼，这呢就是佛陀呢应机的方法。钝就是来根呐，离根离气的人；要那尖呢，就是爱慢慢啊来。这就是佛陀随意说法吼，该是随顺众生之机。清其根器，悉令开解。佛陀的一法啦，那随顺众生的根基呢，受用吼，这就是佛陀的智慧对众生的开示。所以啊，法
老实讲呢，佛法啊，实在是真深奥吼，难解难知呀。难解难知呢，因为众生有这五种的根基吼，佛陀呢就是用分别安尼无同，因的环境、因的因缘、因的根基等等，对，是五行教法吼。那这是佛啊，一切种子的妙用啦。好，想要修行根基无正直的人，是要安怎，让因拢总会当透彻了解，发修入心啦、啊，那行在日常生活中哦，这无有得一切种子的众生啊，是难了解啦，所以佛陀一定爱。观机祷告，和人人呢，众生依佛同定呢，到入佛的境地吼，是因为难解难知啦，法啦，要悟入呢，更加在困难。所以啊，佛陀在这个方便品内底呢，嘛是安尼一段文讲啊，诸佛智慧深深无量。其智慧文难解难入，这是在方便品内底呢。佛陀安尼讲哦，各位学佛啊，真正爱发大心入弘誓愿，这是佛祖名念潜心所行的道。嘛，都爱学佛啊！哎，诸名念潜心所行，咱嘛都爱安尼行过来哦。那大家人爱尊重家己呢，本具佛性，咱才会当呢去予人人了解，人人本具佛性，所以咱必定呢爱学佛啦、啊，学佛呢，安尼在人群中啊。安尼呢，把人带过来吼，啊，好好呢，体会佛法教佛的境地，就是回归如来的本性。所以啦，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